3月29日，世界斯诺克之王罗尼·奥沙利文应邀参加了由南京世贸房地产开发公司主办的南京世贸外滩新城杯斯诺克邀请赛，在世贸外滩新城加勒比风情会所内同时举行了奥沙利文中国行南京世贸外滩新城见面会。此次奥沙利文南京行是为了配合南京世贸外滩新城三号楼网的推出，作为一期收官之作，南京世贸外滩新城三号楼网53层精装江景豪宅在产品上做了大幅度的提升，全屋铺设地暖系统，升级了大金中央空调系统，并在电器装修材质等多方面做了提升，让三号楼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楼王。南京世贸外滩新城是世贸集团斥资75亿重金打造的又一滨江模式巨作，地处南京滨江板块城市功能区之核心。见面会活动结束后，奥沙利文还在世贸集团领导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世贸外滩新城的小区及样板间。期间，奥沙利文更是被有着浓浓异域风情的园林景观、加勒比海盗船、超高层的江景住宅深深吸引。